喂，起来啊！喂，哦，死薛海，臭薛海，幼稚鬼！让他躺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万一他感冒生病了，那不就惨了。怎么爱你呢？你叫我什么？啊，这不是，这没有，不是。干嘛看那边？怕我吃了你？我还怕你不吃呢。嘿，真失望。要不要吃？找死！干嘛那么害怕？我没有，我没害怕。我打你呢？装什么啊？都还没打到。我问你，昨天为什么叫我宝珠姐？我什么时候叫你宝珠姐啊？你昨天昏迷的时候就叫我宝珠姐，为什么这样叫我？糟了，我怎么会这样叫她呢？哎呀，还不赶快说，为什么叫我宝珠姐？哦，我有叫你宝珠姐吗？啊，哈哈哈，真的太好笑了啦！因为呢，我的潜意识把你当作是我的姐姐，因为你的脸看起来比我大，你看。脸上皱纹一堆，笑起来鱼尾纹都跑出来喽！你再说下去，我就把你打得比我脸上的皱纹还要老，看你还敢不敢叫我宝珠姐！你敢打老板啊？为什么不敢打老板？像你这种老板最该打，说老还想追我，真是莫名其妙！有打老板哦，员工要打老板哦，快叫记者来，上头条哎！再说我就真的打！完了，宝珠姐要打我的头了。告诉所有的女性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有钱人要追你的话，你千万不要答应，因为他们会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，以为全世界女生都会爱上他，想当他的女朋友，甚至连女员工都不放过。玻璃很脏吗？我找人来擦一擦。哎，不用，我来就好了，我很亲民的啊。真的很亲民啊。如果这个有钱人刚好又是你的顶头上司，那你就更糟糕了，因为在工作的时候他会对你颐指气使，把你当女佣看待，下了工作他又会把你当卫生纸一样用完就丢。我是薛海，我要 call in。 现在我们开放 call in， 第一位听众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我姓薛，我就是甜心小姐所说的那种有情人。
我对甜心小姐说的那个论点有点意见。现在有谁不想嫁给有钱人啊？啊，钱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你就万万不能。没有钱，你会被伤害，你会抛弃，被嘲笑，被欺骗。有钱又怎样？有钱可以买得到健康，有钱可以买得到快乐，可以买得到爱情吗？为什么不行？你有钱，你要买什么都可以，你要去哪里也可以。重点，你有钱的话，追女朋友就是比穷小子来的优势。我不希望你这种观念侮辱我们的听众，我们接下来通通意。喂喂喂！我是这一家电台的老板，谁敢再挂我的口音的话，我就把你们通通干掉。我们来接下一通 call in， 请问你怎么称呼呢？喂喂，甜心小姐，真的是你吗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你叫我小明就好了啦。请问小明先生，你有什么话要对谁说吗？我有话想对你说，甜心小姐，我很喜欢你耶。我想跟你做朋友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所有的听众都是我的朋友哦。可是我见不到你，我好想你耶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见一下面啊？如果小明先生没有其他话要说的话，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曲。是怎样啊？今天连续两头call in都来乱的。哎，这我的水。老板，有何贵干？的确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啊，你看，跟我走吧。你没看到我在忙啊？没有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只看到你在打瞌睡。你不要随便冤枉人哦。不冤枉你可以，那跟我走。要我跟你走是为了公事还是私事？我的合约上可没有说要上班时间陪老板应酬。你合约是给你多少钱啊？我给你100万，跟我走。你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吗？不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？100万不够，我再给你200万。神经，有钱不是这样花的。那你要多少钱嘛？其实啊，是有个客户啊，他指定要请你帮他广告配音啊，他希望可以在广告宣传之前跟你聊一下细节啊，我已经答应他了，应该算是公事吧，嗯。